电脑前的同学你好，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三角形的三边关系。你知道三角形是个怎样的图形吗？三角形有三条边，有三个角，它是由三条线段首尾相接围成的平面图形。那是不是只要有三条线段就一定能围成三角形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现在请你拿出课前准备的四根小棒，任选其中的三根，自己动手围一围，看能否围成三角形，并将实验结果记录在自主学习任务单上。准备的四根小棒分别是2厘米、4厘米、5厘米和8厘米。请你按下暂停键，开始操作吧。围好了吗？你记录的结果和老师一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围的过程。2厘米、4厘米和5厘米能围成三角形。4厘米、5厘米和8厘米也能围成三角形。而2厘米、4厘米和8厘米不能围成三角形。同样的，2厘米、5厘米和8厘米也不能围成三角形。我们以其中一组为例。2厘米、4厘米、8厘米为什么不能围成三角形呢？仔细看。你能结合这组数据来解释一下吗？因为4加2小于8，因此这三条线段不能围成三角形。那这组线段为什么也围不成三角形呢？你能说说看吗？对了，仔细看，因为5加2也小于8，你真会举一反三。刚才我们是通过比较两条线段的和和第三条线段之间的关系来判断的。那咱们也来想一想，这两组能围成三角形的三条线段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对了，两条线段加起来大于第三条线段。2加4大于5。4加5大于8。不仅如此，别忘了2除了能跟4组合外，2还能跟5组合。2加5跟第三条边4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还有吗？4加5跟2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你能说说看吗？2加5大于4，4加5大于2。那这组线段中三条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试着说一说。4加5大于8，4加8大于5，5加8大于4。我们来观察一下刚才的实验数据。你能说说看，围成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度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吗？对了，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那是不是所有的三角形都符合这样的结论呢？要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我们还需要举更多的例子，进一步的来进行验证。请你试着在方框中任意画一个三角形，先量一量，再算一算。提醒一下，这里用毫米做单位哦。请你按下暂停键，开始操作吧。老师相信你画的这个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一定大于第三边。现在老师也画了一个三角形，我用 A、B、C 表示三条边的长度，你能说说这个三角形的三边关系吗？ A 加 B 大于 C，A 加 C 大于 B，B 加 C 大于 A，
用这三个式子就能简洁地表示出三角形的三边关系。电脑前的小朋友，你学会了吗？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们课堂上见。